咁大家好啊，佢系宝宝。上一集就分享咗 FC 同埋超任卡带嘅存档，今次就分享 Game Boy 同埋 Game Boy Advance 嘅存档，睇下系咪可以保持到而家。呢次会用几年前喺淘宝卖嘅 Game Boy Advance 嚟做一个测试。架机嘅特别之处咧系经过魔改嘅，佢嘅银幕系有背光嘅。呢个系唯一一个可以肯定系正版嘅 Game Boy 卡带，之前系有盒嘅，不过喺一次搬屋嗰阵就将啲盒丢晒啦。以前系冇收藏意识嘅，就冇谂到要收藏好啲盒，而家就觉得好遗憾啦。冇记错嘅话，上一啲开嗰阵存档系正喺度嘅，而家就冇咗啦，非常可惜啦。呢个系老翻嘅。存档系冇咗嘅，呢个可能唔关记忆电池嘅事，因为印象中系冇搞过 GBA 嘅最终环数一嘅。咁我哋而家即刻睇下第二集。好，存档系有嘅，呢个明显系老翻啦。存档系冇咗嘅。这个都是老翻啦，存档是没了的。好，全档保持住，这个明显是老翻啦。全档是冇咗嘅，这个是老翻嘅。全档是冇咗嘅。可惜存档是没了的。可惜存档是没了的。这个 GBA 的超级机器人大战，有盒有说明书有成，似模似样，其实可以很老实跟你说是老翻嚟嘅。部机开始不得，整个画面都转晒白色，那我就会用 NDS 来做测试了。全档是没了的。分享到呢度为止，咁中意就俾个 like 啦，或者订阅我个频道，系咁，再见。